十二月份是最多节日的，又做冬啦、圣诞节啦、过年啦，做节不想煮饭，最好订个盘菜回家吃。咁文苑私房菜嘅盘菜呢，做优惠特价88元，堂食同埋外卖都系88元。佢呢个盘菜呢系四人份量，但系呢好大盘，其实呢五至六个人都够食噶。做节呢唔想煮饭，嗌个盘菜翻去又有气氛，又够大体。美姐啊，有咩材料嘅入边？入边有海参、花胶。系咯，海参、花胶，系鲍鱼、瑶柱、冬菇、手地鸡、烧鸭、烧肉、豬手，還有蝦、魚蛋、豆泡、豬皮、蘿蔔、豬粥、娃娃菜、有發菜，18種啊，係啊，係啦，88元有鮑魚啦。海参啦，同埋花胶，仲有埋江瑶柱。咁佢啲虾咧就用咗老虎虾，所以好爽口。咁呢度文苑咧，佢啲鸡系好出名嘅，佢哋系用走地鸡嘅。多谢晒大家收看。